这里是羌乐，山如其名，顶峰像枪尖一般直冲云霄，标高3180米，是日本第五高的山峰。它身处北阿尔卑斯山脉的核心带，站在山顶能够一览北阿连峰，十分壮观。北阿临近日本海，每年早在10月就开始灌雪，直到第二年的6、7月份才会融化。现在是11月，积雪已经很厚了。羌山庄也已经结束营业，整个攀登过程都不会有来自任何人类文明的补给。羌乐从现在开始冰封，拒绝人类的到来。我们计划走羌平飞弹泽路线，一共3天，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新穗高温泉出发，一路沿着高原川抵达2000米海拔的羌平避难小屋休息一晚，接着沿着这条路线登顶。你好，我拉熊林。熊林啊。OK。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开饭铃啊。是，我让你独享啊。你就是这个。怎么能独享呢？怎么能独享呢？从穗高温泉出发40分钟之后，就可以抵达穗高坪小屋。这一路都是非常平坦的公路。这边有一个地图。如果我们今天上山顶，嗯，我们明天就可以走到南岳，然后南岳下到羌平，然后下羌平如果早我们就回去，我们不早的话我们就在这住一晚。他写的到羌平这个地方，中间就这么小一段，上面这么大一段，看着。这是啥？等高线。这数字是啥？1450。这是啥？2550。这是啥？哎，这不是等高线啊。这是啥啊？这是距离哦。啊，这是啥？走吧，还是啥？哦，还有10公里了。哦，那是好多，这可从那最底下爬那儿去。10公里了。反而到奥穗高的话，你看从中间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哎，近一点，走吧，去奥穗高吧，走走走。然后从上高地下，山里面这一块红叶基本上都已经落得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走了1个多小时，可能有1个小时15分钟、20分钟左右，这边已经有雪了。现在一直在林道里面，好像今天一直在林道里面吧。哇，雪已经盖了这么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在了阳光下，雪地上。这里又到了一个防波堤，从这里到对岸去。对，雨季好像说这边如果河流过大，它就不要过了，会很危险。好，我们现在终于还真进到山道里面，离开了刚刚那个公路了。哇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到上面的山峰哎。我可能还有1个多小时到羌平。因为还是11月，所以说这里的河水还没有冻住，能够取得水资源。我们遇上了第一项挑战，过独木桥。过来啊，过来啊。这个地方如果掉下去，衣服就会全湿，可能就直接宣告本次登山奇迹了吧。看上面，哇、哦，牛逼的是！这里是铜鼓洞，被称之为岩石的牧场，它是属于超高难度的攀岩路线。现在这边树都长得小多了，没有刚刚那样的大树了。啊，在这个阳光下，这个雪地上，有这些落叶，也太好看了。应该不远了，现在这个地方积雪已经有一定的厚度了。这才是冬天呀、啊！哇，羌平啊，羌平是看不到羌的吗？还以为能看到。哦，操！哇、哦，这个雪，拍一下这厚度，这个雪的真的变厚了。哈，啊，我们可以在这条小溪取水。
洗澡，行。哎，这么有点《荒野大镖客》的感觉，《荒野大镖客》有没有？《荒野大镖客》他们最开始在雪山里面，是大镖客，不是大镖客吗？这个，这个是东京小屋。你看这个，你可以进那种红彤彤的小屋吗？开玩笑。哎，那他这个东京小屋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关掉的吗？是。啊。我当仓库吗？やってきました。不止这儿吧，正常也有入口是吧？不会这样爬吧？妈，应该有个门的。我也觉得应该是有俩门。来，把你开一下。这不是吧？哇，那这个里边又没有窗户，里边岂不是漆黑？果然是这儿啊！哇操，这可太带感了。冬季小屋入口。哇塞！可以挂在上面，那个钩啊，有有一个卡拉宾呢，哇、哦，带感！我、哦、操！让你钻，你炫富干啥？我去，这里边可太黑了。这他妈怎么进来？爬，用爬的，蹲着可能不行，要爬，就得特别低。对，特别低爬进来。卧倒吧！我操！这个爬进来太低，丢进来，这样丢进来，然后用爬的，贴着地面爬进来。对对对，还要低还要低，你头盔头盔头盔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个这更难受的，这个爬的。这个有个窗户呢。哇靠！这里还可以玩攀岩的吗？这个怎么攀？就这个。我服了、嗯，太会玩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晚上住的避难小屋里面的样子。这边有一点点物资，有灯油，然后啊，有一个冬季小屋的啊立一个笔记本，然后是从这个地方爬进来，里面是这个样子。降零度了，估计还会再降，有可能。我们现在不差不多，现在目前是没有人的，今天可能也没有人住。然后这边这个 note 可能得写一下呀，写下名字。啊，有笔有笔。哎，爸爸，你来写一下呗。啊，来写一下呗。冬季小屋，比优虾。哦，这早上还有2019年呢。日记，就算日记。上一次是2020年11月2到3号，我去，这中间一直没有人住哎。2020年11月11号，好，我在这里写了我们的记录。今天是晴天，早上11:15左右从新自由温泉出发。然后3:35左右到的小屋，然后明天呢一般又到山顶，然后在山顶的东京小屋住一晚，然后后天回。然后这里也写了我们是三个人，然后我的名字、我的出生年份、我的出身，然后现在在干什么。等一下下面还有杨宇航和阿里巴巴他们自己来写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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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我们稍微逛一下下，然后去取点水。水的话就在那边。哎，我记得我们刚过来那个地方也能取水吧？那边也离得近嘛。啊。嗯。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传说中的1000蓬的羽绒是这个样子，和宣传图真的一样哎，没有骗人。哦。
剩下不多的阳光了。羌平 camp 场，羌月，奥完山，哦，西卡，哇，这真的像冬天了，这就是冬天，好棒啊！我现在没拿，这可太治愈了，还是爱心呢，我去，哈朵，哈朵是一个鸭子。哦，鸭子吗？原来不是哈头吗？哎，哇，这个奶油超级治愈，太好吃了。嗯，棒。我们这个冬季小屋旁边有一条河，在这边就可以取水了。刚已经取了一瓶，现在有700毫升啊，估计。又回到小屋里面，准备现在开始吃晚饭。然后呢，我刚把这个温度计挂在了这里，有奖竞答。你们觉得现在是多少度？刚来的时候不是是零上了2度吗？刚从包里拿出来的时候挂这儿。你们猜现在是多少？怎么不参与呢？杨洋猜一下。啊，猜。我有你。有奖吗？我有你。有奖。跟观众说的。零下。3度，我也是猜3度吗？好、哦，你们绝对是偷看过了，哎、太坏了，口香糖一条，哇，太抠了，哈哈，好吧，红油锅底好不好？啊，红油锅底1/4红油锅底一个，好吧，可以吧？慢慢攒嘛，不攒，我今天就要兑现。你去给我点个锅底就行。行，我哪会不吃呢？我愿意把锅底我也吃。可以点。我去海底捞，要一个红油锅底。不吃我就看他。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哎吧，到了你展示身手的地方。快，你这一爬，弹幕就发起来了。猛男阿里巴巴，男神，给你吃饭，攀岩之神。给介绍一下晚饭，鲑鱼罐头，然后这个是玉米炒蒜，还带了有鸡蛋，把这个热水烫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咸香的烧鲑鱼和这个玉米炒饭真的是绝配，可是我今天还是在抖，抖死了，吃的干干净净的。出去上个厕所真难啊，天。今天真的带个瓶子。哇，这个地方门口的雪已经全冻上了。哦操，这可真冷啊。厕所。走啊，你先上。躺上来睡觉喽。师傅。现在17:50。17:52才，就我们三个人包场啊，而且是母溜，免费啊、哦！在帐篷里面，哎，不是我们帐篷，睡在里面感觉还是蛮棒的。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睡一睡，然后明天登顶。哦，吃了饱饱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大家都睡不着了，我们改变了计划，今天就登顶。我们今天登顶之后可以到8岳去，然后到南岳去，然后再下来。既然不在山顶上住了，我就寄出了我的最终武器。我带了一包豆浆过来了。我最近特别喜欢喝豆浆，一喝就上瘾，不知道为啥。像这个冲的吧，这远远不如那种，唉，先榨的，但是也不错了，有就不错了。然后早上再吃一个鸡蛋，再吃一个鸡胸肉。好好的吃饱饱。现在是晚上凌晨1点多，我们临时决定现在登顶。刚刚离开山小屋，可能有10几分钟吧。那是大概2点吧。2点了都。哦，现在这个地方没有风，但是温度呢是0下8到8度还是9度左右。我们现在到了千丈长月，
这不是千丈长月，这是去千丈长月。哦，好，我要去千丈长月，待会有半个小时就可以上到，应该就可以上到极限上。现在是几点钟来着？三点不到四点。我不到四点钟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大斜坡上，发现路不好走，全冻住了，在装冰爪，很斜，冻得实实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走错了路，就来到这么一个大斜坡上。我刚从这个地下室上来，我去，太猛了。到上面就到了，先上去吧。太阳在那边。好，到上面就到了。右手边是香蕉，看到没有？看到红酒了。嗯。行。就上昌岳的山顶了。哦，我本来以为已经习惯了，可是当我上来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差点撑了出来，撑了出来。我值了。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累，然后就很慢。不过真的觉得大家太值了。
车车。就是从枪山庄后面的这个雪坡上来的。你好，问一下你，采访一下你。夏天的枪岳你也来过，嗯，冬天的你也来了，嗯，你觉得冬天和夏天比咋样？怎么说好呢？冬天牛逼，是吧？冬天牛逼。回去我们就去神保町，不，那东西完善一下。不过怎么说呢？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弟弟。就背着20几公斤。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吗？大家第一次都很印象深刻的啦。从哪边？来指一下。你看这两段吧。啊，这是上高地线对吧？看到这个道没有？啊。就这个道，这样一直。啊，这是个 Z 字形的是吧？啊。然后一直到那最下面。嗯。然后我刚到最下面的时候，不是有块黑吗？那黑的实际上是一些植物。啊。然后到那边的时候，往上看啊，看到枪叶好近啊。好近啊，马上到了。从那上面到这里两个小时，因为就是从那儿到那个屋估计要1小时，从那个屋再过来又要1个小时。对，然后我当时是背着20多公斤。嗯。等上完以后，那感觉再就是，我就这样上来。嗯。就这样。累死了。就在看着看一下，然后就再看一下。嗯。然后就在傻笑。这傻笑，我靠。对。这个感觉真的是没法忘。嗯。就第一次来的时候。就我刚上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个阳光打在这个小屋上，都觉得好棒好棒，好治愈啊！还有这个天真的好蓝，可惜了，第一缕那个粉色的阳光照在雪上的时候，嗯，我其实想拍胶片呢，结果哈苏又坏了，我服了，太垃圾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但是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不可能立马去买另一个机器。没事儿，以后不拍照片了，我拍数码。啊，你买叉一 D 啊？什么叉一 D 啊？尼康 Z 七。现在是早饭时间，啊，早上吃了点红豆面包、羊羹、野菜生蚝，然后待会儿先补给一点，就把枪尖山顶上了。上了之后呢，去。就下来去那个屋里了，或者也就在这个外面烧个火把饭吃了，然后去南岳再下。哇，就只是看这个房子和这个雪这个蓝天我都觉得好棒。杨洋装兵爪的一个小包在山上背起来尤其有感觉。稍等一下，我去买个菜回来。对，我们去买菜，去山顶上买菜。我现在登顶了。
的啦。亚太子，来，标志性的握手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我们的纪律的，这，祝贺你。哎，不，就是故意抢功，在下面不难的路线，一般路线让我带路，把我的体力耗尽，到最后硬核的时候呢，阿里巴巴自己上前。那我下去的时候你在前面，从原路返回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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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里风景可太好了。最高。哪个？那个尖是吗？最高是最远处的景很高的时候。哎，把冰镐拿出来吧，插在这儿拍张照片吧。来吧，来吧，冰镐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哦，冰镐拿过来了，插哪儿？插在那个那边。行，我先过去看看地方，插哪儿合适。哈，亚历盖达克3180 ，Come on， 期待在，真的好高啊！你看旁边的山。基本上没有比这儿高的了，然后那边一过去一看，全是云海，我的妈呀！独享了畅悦，没有人哦，可太棒了！背了这么老远，背上来就是拍个照片，没有用。要讲出来吗？这样。哎，这怎么那么好看呢？是啊，可太美了，我操！这么好看还能独享？天哪！哎，赶紧给卡米桑往前一点。拍合照喽！拍合照喽！枪爷这边有一个牌牌，但这个位置站不了三个人吗？站了也可以站，挤挤还是可以的，蹲下来。哎呦天，阳光太刺眼了。我们面向这边行不行？对 ，OK。他们的窝被你动了。ごめんね。ごめんね。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其实，在几个月前，我还在油管上看其他人拍的冬季登顶羌月的视频，觉得特别羡慕。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，冬季登顶羌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白日梦。但是没想到，短短不到一年时间，我登顶了古川月、宝剑月、全县月等等这些山脉。他们都在一次次的提高我，其中甲飞驹月锻炼了我的体力和意志力，让我从以前10分钟就要歇一次，到现在能以23公斤重装登顶16个小时总时长、标高差2300米的甲飞驹月。剑月、护影山、二子山等等技术型山峰，让我牢记3点支撑攀爬，我的攀岩熟练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。正因为经历了这些，我才能站在这里。曾经的梦想，在我一步一步的努力下，终于实现了。下山喽，从长江下去其实也是一个挑战的。对，下山比上这边，羌月这边下山比上。对啊，得好好小心。下路，阿里巴巴打头阵，我来拍一拍他下去。我肯定走右边。走右边吗？我走右边，因为你看一眼下面，左边下面是什么位置？对。哎，对啊。走啊，啊，拍你下去，拍一下。
羌月冬天和夏天爬这个羌尖的感觉，感觉难的不至少一倍以上，就是这完全不是一种路线感觉，对吧？路线是一样的，就是需要的东西太多了，就感觉完全不同。嗯，你夏天有手有脚就能爬，嗯，冬天还得要有点工具，你比如你这没有冰爪，没有冰爪下球完了。你要是没有冰爪，没有这个，我现在没有冰爪，嗯，然后我只能靠这个勉勉强强下去，嗯，我感觉就慌得不行。你看，刚把冰爪脱了。这还是我们已经玩过攀岩的，是啊是啊。玩过攀岩，而且姚一航还是已经突破5.9的了，5.9没有，5.9我有了，反正就是冬天真的完全啥都不一样了，还要从这里再下下，天哪，但没看到那个圈儿。安全了。如果从枪尖上掉下来，就滚到这底下去了。有没有全湿的还不好说。我们回到枪山庄之后，遇到一位单独 solo 的老爷爷，聊了很多，也互相交换了这边的情报。他表示看到我们在这里的时候震惊了，而且还是三个中国人小伙子。说这个季节几乎很少有人会来这里，而且我们选择登顶的这条路线也几乎没有人走。于是他就感叹了一下，中国小伙子们真的很有朝气啊。聊到最后，我们问他纵走去南岳下山有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。啊，别忘记你们大姐，啊那大姐这带给人的话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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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下山喽，下山喽！我们现在到了，另一个山头了。这个地方像是雪原一样，太棒了。然后一边说从这边看过去很棒，杨航来当一个模特。我操，太炫酷了！只能看一小部分。不知道是因为风太大，还是环境温度太低，我的 Awesome Pocket 的衣袋对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哇！哇，太酷了！这就是北巴吗？是我在说啥呀？这就是北巴吗？从羌月纵走到南岳，真的满足了我对雪山的所有幻想。立于3000米的山脊之上，环绕纵览北巴绝景，真的都让我不停感叹：原来这就是阿尔卑斯。其实这次视频拍摄方面蛮可惜的， Awesome Pocket 一带的对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同时我在走到中岳的时候就开始比较疲劳，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，又是半夜12点醒来准备出发，直到晚上8:30才下山，整个人的体力以及精神状态都越来越差，到后来我心里一直在回想的声音就是我要活着回去见小螃蟹。真的毫不夸张，因为南岳那边下山完完全全没有人走过的足迹，大雪盖住了路标，云雾也遮挡住了视线，我们光是找到正确的下山路就花了很大力气，特别是这一段在将近60度积雪半个人高的雪壁上横切，我们时刻都在担心发生雪崩，再到后来又要重新回到一座山的山顶，沿着陡峭的山脊路线下山，那边地图上标注的下山时间一共只要2.5小时，但是我们却足足花了5个多小时。当我们喝光了瓶子里的最后一滴水，三个人心态体力都爆炸了，阿里巴巴也不再开玩笑，严肃地说，兄弟们真的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。不过好在最后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回想起来这次的经历，当时心态崩了的时候想这一两周都不要再看到雪了，结果现在却又充满期待的向往下一座山峰，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会让我们更快成长吧。